近日，由杨幂、龚俊主演的奇幻电视剧《的狐妖小红娘》月红篇终于官宣了，发布海报，并且一次就发了三套造型，一起来看看吧。杨幂在剧中扮演了涂山红红，是涂山狐妖之王。照片中，杨幂狐妖造型媚眼如丝，超惊艳，一红一白造型都很有特点的，尤其是这个妆容，看起来就很有狐妖的感觉，并且发饰也是比较精致复杂的，手上还有手链，身上还有各种红色的装饰。杨幂还露出了肩膀，侧对着镜头，更有一种妩媚的感觉，完全演出了狐妖自带的妩媚。第三套造型是比较华丽的，可以看出来其实发型也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但是妆容变得简单了，衣服也更加华丽了，身上自然也少不了红色的腰带，显得杨幂身材很好。其实杨幂的这三套造型看起来都挺好看的，并且能让观众一眼就能看出角色的特点，很明显就是狐妖，因此大家都是比较满意的。狐妖小红娘月红篇是根据漫画改编的，原作里涂山红红也是喜欢穿着红色的衣服，脚上戴着配饰，而她狐妖耳朵是露出来的，头发也是披散的，虽然跟原作漫画的造型不一样，好在杨幂的三套造型狐妖特征比较明显，所以造型师也是用了心的。而龚俊的造型只能说好看是好看，但是跟东方月初完全没啥联系了。